大家好，我是勺子，今天来村里面收一下轮子啊。今天换了一个星期了，这里面有花盖蟹。花盖蟹，赶紧出来。哎，还有一个海兔，几只？还有一个小青蟹吧，2、4、6、7，七只。小的给它换身了。这个是花蟹。三只小的就不要了，垃圾给它带回家。有一只新蟹，蟹快点进去。啊，刚才没有换草，我要打架。鱼和蟹它是从这个口里面进去，然后它这口就这样抽紧，然后这里面就出不来，然后它一般往这边跑，就进到这个尾巴的笼子里面。像这笼子里面就有两只花盖蟹。这个花盖蟹是壳子软，咬掉。个头太小了，我们给它换了。它刚才就躲在这洞里面，被我勾出来。是啊，把笼子堵着。哇，这是很大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只应该。要不要你抓一下？感觉它不灵活哎，是，拿着回家。哦，它是软壳的，难怪我觉得它不灵活。软壳的它不会咬人，用手掏它。哦，这个还挺大的吧？它是软壳的，难怪我勾了它。我已经换了几次账了。哦，掉了。它是不灵活，是那个软干脱了壳，所以它不灵活，就掉了。这是挺大，我洗一下。看，它是特写，大脚给整掉了。就是要拿回家煮，拿回家煮，是吧？你们的镜子啊，还过了这么大，看见没有？看，果子一个。
上一个月捕了这么多啊？这凭实力抓机器啊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阿波今年也不多，凭笼子啊。被我缠着缠一下，缠到了，缠到了，他跑下去。走着走着到这井了，今天就够了一只叉子，小的刚才扔掉，这些还有就是我老妈笼子捕的，这么多，不会回。我的这个不拿给你，我那个木卡呀，卡了那就给了。两只大只，这种呢有七两多，七两多八两。我的嫩一路，我的嫩一路。有，有一头几只，够拍我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哦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拜拜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